年线下最好的新人，你要吗？不，大家会遍地是大王，短暂又辉煌这些人。恭喜杨蒙恩进入晋级区，恭喜杨蒙恩成为2020年赛季人气排行榜第6名。那你今年在脱口秀大会目标名次是第几名？目标名次的话就是第一名，先把目标顶得高高的，然后再一点点的往上爬。我把第一都拿走好不好？都拿走了。这次其实现在来说比上一次要平稳了一些，没有一些紧张感和局促感，尽量调整自己的作息，然后我希望自己的精神状态能好一点。其实我特别希望在今年我是一个新人，因为我能够明确感觉到新人的那股冲劲儿，和他们在一起战斗其实是非常爽的一件事。我特别想当新人。知道，就我在这边一边说一边讲，拍到你们手机里都是什么丑样的。他现在成型的段子来看，首先是非常好，比别人都高一大截。你预测一下今年的大王会是谁？预测一个杨蒙恩。杨蒙恩是我一个美好的愿望，希望他出息一点。叫我第一名，太傻了，不要用这个。